好台湾 people leaf。妈，我想看上气。嗯，好啊。妈，干嘛啦？我胀气。胀气？想看几点 ？No， 我胀气。几点呢、啊？胀气了，靠北哦。老师，干嘛啦？我可以上厕所吗？上课前干嘛没上？啊，我去找老师啊。证明呢？哦，那我可以去拿吗？赶快的。五分钟过后，老师，证明给你。去罚站。啊，老师不在啊。那干嘛去那么久？啊，我去大便。证明呢？等我一下，老师。证明。靠背啊！哎，李小龙最喜欢喝什么饮料？什么饮料？我的靠，听不懂啦，讲中文啦。啊 ，water 就是水啊，啊水就是我的。别气啊！开心的人最喜欢哪一种鞋子？哪一种鞋子？黑皮鞋。就是啊！哎，好久不见。对啊，都被你喝掉了。超好笑。贝多芬喜欢哪一种水果？哪一种水果？ banana。 哎，你女朋友几岁？她41岁。靠，超老的，她都可以当你妈了。她就是你妈。靠北。怎么称呼你？王耀德，但是你可以叫我 Teddy。 哎，英文不错哦。你是哪里人啊？美国人。哎，美国人不是都是白人吗？这个白痴，你可以笑哦。啊，你有绿卡吗？啊，你别气哦。在美国出生的不用绿卡，不然你什么时候回来台湾的？回来台湾？我什么时候移民来台湾的意思吗？哦，你是华侨哦。啊，你叫什么？那个 ABC 啦，吼，别气哦。嘿啦，我是 ABC 啦。我是美国人，靠北。中文讲得超级烂，一下飞机吃到胖，牛肉汤和肉燥饭，加大加卤蛋，加塞。来台湾你起流汗，一双蓝白拖和台皮我就爽。能杀西干干，那那那那那那那你娘。Leave a comment below。